这是得办案，我太早了。啊，是我第一集错了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哎，为什么有人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哎呀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为什么要来？哎呦，对啦，我回家啦。哎，还没有人。今天是星期一嘞，对嘞，为什么还没回来？喂，你在哪儿？我正在歇跳了。OK， 送给班长了。啊。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没有上课。哎呀，我不要上课。好紧张哦！什么？为什么？坐后面的那个女生是谁？还有很多空位，但是为什么她坐我后面呢？我要不要先跟她说话呢？但是我不认识他的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丁金打电话，让他来吧。哎呀，他没有接我的电话。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我先跟他打招呼吧。今天的天气很好哦，不冷也不热。是啊。天哪，他也觉得尴尬。请你帮我一下好吗？哇，别那么严肃，大哥，放松一点儿。我的脸从出生已经这样了。你有问题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问题。哎，你走路不用眼睛的吗？我走路用脚，看东西用眼睛，是你自己不记住。站在中间挡住别人，哼哼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哦、兄弟兄弟，这是学校啊，别吵了，只是误会。闭嘴！我告诉你，我会卡拉丁、泰拳、武术都会。好，来过来，过来。
这个宁静太让我觉得不安了。宁静确实让人觉得安心，但是没有你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。那么像韩国欧巴的没人要我，那个女生坐那边，她你说的女生吗？你试着跟她表白，我要看。好。我可以吻你一下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难怪你被拒绝了，还被打了。你刚才说错了，应该是吻，不是吻，吻是 kiss。还没开始谈恋爱就要吻了。今天早上天气好好的，现在却下雨了。虽然这样，我觉得天在哭。他哭不是因为难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幸福的，不是。